咧，全部都係百幾年上，佢哋係英國人留嘅呢啲地磚嚟嘅。經過咗一個世紀，你睇佢顏色啊，佢質素啊，仲係咁好，好用到而家。咁四邊呢度咧，我哋有四個藍色嘅瓷磚咧，上邊咧有呢個貴族公司嘅 Marky 嘅。因為呢啲用嘢嘅瓷器咧，佢嘅製作過程咧比較複雜啲，一般上最少要燒兩次嘅。喺燒第二次之前咧，佢哋喺上邊抹上一層嘅彩色嘅 glaze， 同埋畫上我哋用嘢好中意嘅呢啲鳳凰啊、牡丹等等。燒咗第二次先會燒過嚟呢度啦。因為你睇我哋馬來亞呢度咧係一個熱帶嘅國家，空氣都比較潮濕啊。佢哋相信咧咁嘅製作過程咧，可以確保食物更加有新嘅保鮮同埋保温啊。喺呢度咧，大多數呢啲用嘢嘅瓷器都係呢種綠色啊或者藍色嘅比較多嘅，呢啲係就係佢哋平時用噶啦。但係呢啲咧比較鮮豔嘅彩色，比如呢個蘋果青啦、珊瑚紅、黃色同埋粉紅嘅呢啲咧，就係佢哋第日子先至用嘅瓷器嚟嘅。譬如話佢哋嘅同人新年啦，或者。食一陣食啦，有啊，中國人都未食佢哋啊，中國人咩？冇食呢個冇食，呢個等佢做火鍋。啊，你佢叫聲啊！邊仲有嘅，慢慢嚟。可以有一組人去嗰度啊。而家開始舊年開始有本地人嚟，係嘛？好叻啊，哥！啊，係啱噶啦，啱噶啦，一樣啊，動物係咁噶啦。哇，打劫喎，加你不過。哦，打劫喎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係啊。好拍照啊！好拍照，好拍照啊！唔敢啊，等一陣翻去政府拉㗎。不是。我是中国的，来自中国的，中国的。我以为你是明星啊，我以为是 ISIS 啊。